干那不是怎么这三个人在这里？你们在谋划着什么东西？我洗个手，等一下，刚吃完早餐，洗个手。回来了，早安呐、啊！啊，早安早安。我刚蛮想说，先用手机跑祭坛，结果错了。嗨，好啦，出发了。想说先用手机跑嘛，而且手机比较好跑。真的飞不过，再请帮手啊！盼盼早安，雨电早安，猫咪君早安，欧元爸爸早安，新月早安，陈早安，泡泡早安，芝芝早安，李恩早安。啊！又在串人了。一颗萝卜早安，番茄早。我叫偷开直播，设定排程设定这么久了，怎么偷开？哦，点这个真的爆干久哎。猫肉丸子早安。我预警已备吗？早安，小妞早安。哦 ，switch 啊 ，switch。有啊，我设待机室也设了快30分钟了吧？干，怎么直飞的啊 ？switch 怎么飞？啊 ，switch！ 啊，算了啦 ，switch。嗯哼哼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。等一下，他有翅膀吗？他是无意，我不是。方糖早安，嗯，一上线开台，就看到三个人聚在星盘上面，窃窃私语的在聊什么。老板说，他想说，啊，不然来讲讲话，用那个麦克风的模式讲话，但是不行。万一这边下大雨的话，你们耳朵会受不了，会爆炸，肯定爆。
啊，经过我们不懈努力，我们的红蜡已经来到了165分了，距离我们换羽妈面具剩下90根了，再9个礼拜不到，加油！罗拉，你真的要换哦？就换啊！啊，不然。欸 ，JOYCE 怎么念啊？麦克风模式光语里面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好、哦，谢谢谢谢，阿卡在这边真棒。昨天土司庙在玩魔物猎人的时候，我想说上线帮他看一下弄一下东西，结果我竟然想用陀螺仪在那边移动视角。好，李安安。下次就是手机跑完伊甸园再来开台啊。进去了吗？我到里面了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好了。然后声音是不是有点大、啊？音乐。这是音效吗？哦、好小声哦！什么意思？回狱境？我没有啊。哦，我说你只能回去哦。哈？小月早安。现在没有早安米粉了，不，米娅米娅米娅一个礼拜不开台了，是不是很无聊了？小迪安安，有我把你的名字改成小迪了。这边的火嘞？对，我觉得这路线怪怪的，原本不是这样走的。等一下哦，有早安繁星啊。你看怎么吓你啊？等一下啊，现在通知都会提早跳出来了，怎么会吓到我、啊、靠腰。跑啊跑啊跑啊，
啊，你还是叫了，不是啦，是我差点被石头砸啦，不是因为你啦。啊，你想一下，被钱砸跟被石头砸哪个比较痛，对不对？但是石头啊，所以刚刚叫是因为这个啦，不是因为你，不是因为你啊，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。就是因为想你才寂寞。哎呦呀，石头，对啊，石头学姐。呜呜，繁星你很调皮哦。哦，晚上有那个，晚上应该9点。然后是跟安妮番茄玩那个七蛋大作战三，后面有，哎、欸、有，啊站那么高干嘛？你有叫我就可以，哎、欸、不好意思哎、欸，要叫的应该是你吧？我相信你会讲说你要确定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你要确定哎、欸，叫的都是我老公哦、喔，这样子。好，我确定一下哈，看一下石头在哪边。好，这里。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，但换成硬币砸呢？哦，那就确实有点痛。你要看一下这些硬币多大颗，好吗？你有这么好的癖好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像我讲的啊，每个人一定都是有 M 的时候，就是要看对象。因为如果你爱这个对象还是怎样的话，你也舍不得让他。哎呦喂喂喂喂喂喂！你也是会 S 不起来的，你反而会是 M， 对不对？像我原本也以为我是 S， 直到遇到了佑达，看看他可爱的小萝莉，真想掐他的脖子。没有啦，我掐着我脖子，繁星你好恐怖，繁星。我突然一个掐脖子的环节了，哎，怎么没有那个会跑的红石？哎，这个按了吗？按了。哦，还没到哦，白痴哦。你刚刚是不是突然坏掉了？也、欸、不是、欸、有时候都节目效果啦，懂吗？你们观众不就是爱看一些换一个很大的反差，对啊。然后昨天有一个人说我讲台语很可爱，我说你是没听过、喔，天哪、啊，我讲台语讲了几十年了哎、欸。我是那天跟他说，哦，对，讲到这个，就是因为我在模拟跟我阿妈的对话，就是我昨天去找阿妈拿信，因为戴着安全帽，戴着口罩，然后外面的二伯就说，你是想找阿妈？我说对啊，我找阿妈。然后那个二叔就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会死会死啊！这时候你们会走回去吗？走回去点亮再重新出发。我先去上班了，好。不是开完幼稚园的车吗？哎、欸，也不是哎、欸，啊，反正就是那时候就跟阿妈说，我说对，我找阿妈，然后我那个二叔才、二伯才认，好不容易认出我说，你那还可以夹头毛，你怎么不去剪头发、啊？我说。没有啊，我要留长，看可不可以拿去捐啊，这样子。然后来就是我二伯就让我进去了嘛。然后进去之后，忽然看到我阿嬤，我阿嬤就先愣住，想说我是谁。我说阿嬤，我来拿信了，我来提杯啊嘿。然后我阿嬤就说。你那还可以夹头毛啊？我说哇，我就说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啊、
我不剪头发的原因，哎、欸，是不是雾霾比较重了？哇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记得这边？哎、欸，原本是这样子吗？我怎么记得应该有萤火可以点呢、啊？哦，点是点到了、啊，怎么好像点不是这里啊？哎、欸，他石头是不是有换过位置啊？我觉得没这么远啊，我过头了。这游戏真的危险，很危险啊，但是很好玩啊。这游戏就是要啊，鼓励玩家互助互爱啊。我就在这里啊，对啦，好哭啊！竟然这么勇的往前走，天哪、啊！啊，这游戏啊，就像人怕人一样，这游戏最怕的就是孤独啊，跟石头，还有螃蟹跟虾子啊。这游戏就是需要温暖，需要温暖的游戏，有没有很棒？需要温暖的时候可以抱抱、背背、牵牵手，牵牵牵牵手啊！怎么有石头垮下来了？哦吼！等一下哦，那边还没摸啊！拉大，他、啊、说：“哎、欸，不行，拉大啊，拉大！”互助互爱、互相霸凌的孤独，没有啊！一直讲孤狼是你们是自己不去教还是教不到？教不到是不可能的啊！只是不想去教吧，对吧？啊、哦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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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石头啊！石头石头石头啊！石头！我躲我躲，扭动我的 body。哦，在对面啊！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！救命小火堆！朋友不上线这种。那真的没办法哎、欸。不好意思哎、欸，敲爽没？不好意思，你敲爽没石头？躲一下，躲一下！啊，就是这边的叔叔妹、啊，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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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劝退，劝退，劝退，劝退！啊！我需要抖呢！哦，感谢超级留言啊，没有啦。这样蹲低有用吗？你看，石头来了，蹲低。啊，没有用。好可怜哦！我蹲地，我蹲地，我过不去了哎！冲啊！哇，动到，动到，动到！哇，哇！我密室逃脱，目前刻完了，刻什么东西？你去暴风眼都拿来面子冲，没办法、啊。你是拿 Switch 吗？那用手机的话，我也可以直冲啊。Switch 我没办法、啊，哇！哦，对，我就是 Switch 玩家。哎呀，他点不到，我点不到，我点不到，我点不到。不要，以前对红蜡就是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的东西啊。现在出了那个面具之后啊，好想要全部的红蜡都拿到，不然干嘛跑得这么累？当个佛系玩家在这边慢慢慢慢登，慢慢登不是不好吗？樱花早安，这里很嗨，还好吧？你是说繁星的兔窝频道吗？很嗨吗？啊，那确实，我也觉得蛮嗨的。哎、欸，汪汪是你老板哦，那个樱花，这回事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敲爽没？
你这样子敲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要回家，这样子画面不好看啊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是啊，那天不是诺英啊，那个谁，尤里在健身环的时候，阿汪汪不是在那个吗？在他那边抖那看台，然后说什么老板怎样怎样怎样的，不是吗？你自己讲过的话都忘记了吗？天哪，我那时候还在尤里的台、欸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尤里开台，我不是不到，只是会迟到而已。啊干，好吗？尤里开台，我会挂着台去睡觉，但是不会没跟到台，好吗？我们优主播的台啊，不只有主播啦，我们且主播跟零主播也是。所以如果是挂退去啊，有 90% 的几率可以看到那个挂台名单里面有我，看台名单里面有我啊，注意点啊。你忘了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再下去，老板就不用工作了，还是什么的，不是吗？哦，那时候汪汪是一直在看，然后看到后面还在看，然后不是还问说什么？开，哎、欸，他不知道开加班台是什么吧？啊，汪汪不是说，剪片是他的，他比较喜欢剪片，不喜欢那个直播。都快断根还在 CD， 哎、欸，所以是你剪片的吗？三江的大滴滴啊，当然是啊，你负责字幕部分，哇，我其实也是真的没有想到说你会想要去出道。真的是吓一跳跳！你当了快两年了，哇！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该不会你上一个是我们的朋友吧？是吗？你上一个字幕师该不会是我们朋友吧？那个也是转 V 的那一位吗？不会迟到啦，我台都会挂着啊，我人一定到，但是魂一定不到、啊。对啊，他是前辈，哇，我的天哪！一定有教主，一定要有我的啊！怎么可以没有我？你们没有当过同事，很正常吧？啊，详情一些内幕的话，你可以再问汪汪。如果他不好意思说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啊，看来要少拿一个翅膀了。啊，少一个翅膀，十根拿不到，少拿一个。哎呦，对吧、啊？其实有些内幕啦啊，毕竟那是你们家的事，我就不好意思说啊。少拿一个，好亏哦、喔。但少拿一个，十个礼拜下来，我少拿十个、欸。我看下次还是用手机跑好了 ，Switch 跑。我连那个什么引火的位置都不回火的那个。火炬都不好点，汪汪好像有说过，但我忘记了啊。因为他曾经有 po 过一次文，他 po 文是说遇不到 SSR 的那个什么剪辑字幕师。啊，我是觉得。每个人适合会的东西又不太一样，搞不好一开始只是兴趣，但发现说自己不适合啊，对吧？
要你一开始用这只角色，我觉得他很强很猛。妈，这个人在蹭我的火。然后结果实际用起来发现啊，怎么那么难用？有的一开始就觉得说，哦，这只就是我的啊，主推，我的本命角。啊，结果谁知道弄完之后发现说，这只好像还好。你顶多算 S 啊，啊，那我绝对是 N 卡或 R 卡。爬，又爬，又爬起来啊！没有，那时候会用那个长高的那个，就是一般身高跟火炬，是因为我手机都这样带着。因为那火炬，你长够高的话，回能速度就快很多。那重点是，就是如果用矮的面具的话，点火炬不如再带火盆比较快。测试，你要测试什么？你要抖100万的连回来？我、哦、靠！居然不是哦，他剩3亿了啊！马上出去跌倒，你看这游戏，你好不容易啊，你有那个什么？啊，你好不容易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勇敢踏出第一步，马上被敲死啊，好可怜、啊！翅膀现在不够多了，敲一下就没了。好，欧弟，拜拜。哇，他敲完了，三 D 就这样直接喷光哎、欸。好哎、欸，看一下拿多少根？哎、欸，全部拿，我白痴！我们要全拿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168，没有，我想说，我只是要拿个红蜡，全拿了哦，亏了，亏了，这个月没额外的资金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今天茄子是健身环啊，我想前天玲玲在健身的时候。我们在干嘛？我在吃蛋，所以害我没有办法过去抖。结果观台准备观台过去看的时候，发现它已经结束了。啊，如果我这边玩健身环是没办法啦，因为我右边是墙壁，是铁墙壁，铁皮墙壁。所以我如果向右转的话，它不是个范围记呢，左右左右的那个范围记，如果你左右走过去的话，手一定会去敲到。因为又发现这区域的超级感谢优惠哦。请问老板小弟今天有站点任务吗？看你啊，你如果没事做啊，你可以站个点。感谢 Sugar 的6个月会员，谢谢。会员 SC Sugar， 所以在你的影片留一点测试。哎呦，你确实没事做，那嘴巴好点没啊？欸，不好意思欸，我突然画面没了。不然你先去圆梦村踩个点，我们去烧个红石进去拿个金人再出来啊。或什么的。哎呦，这蜡烛太猛了吧！啊，对，要想一下，我这个季节有200根是番茄贡献的，那
那之前的飞翔技跟表演技是直接第一天毕业的，然后再加上他们有时候给我爱心，不让我给，他们说这是抖内，要我不要回。也是啦，如果他们每个都要我回的话，我现在是负债爱心啊，我被宠出来的爱心啊，这些辣都是被宠出来的啦，哈哈哈。那现在我们再宠另外一个优主播。就是都爱塞爱心给他，你有贡献你吗？啊，你不是那个，你这一季不是前面说你多买了，然后结果就说剩下的钱全部扔给我，所以我比正常人，我那时候好像倒数二十几天就毕业了，我干有点难飞。我好像剩25、26天就毕业了。等一下，有点南非。南非在南非。不好意思，姐，你这时候给爱心是干嘛？哦，那一定是要做的，怕忘记去解任务。完了，我是飞歪了。哦，有了，我也觉得完蛋了。我现在超级无敌精神，超级无敌精神是什么？超级无敌没精神吗？哇，宅安安，我不早。副科蜡烛勉强够了，是什么？我现在其实该睡了，但完全没睡意。不用睡啊，躺着看台，累了自然眼睛会闭上。来闭闭看，究竟是你先睡着呢，还是我先关台嘞？这样子。那我去找个东西哦，找个音域。好，光域破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光遇破图的照片可以贴在 SK 的那个吗？群组里面吗？因为刚优里问我说什么是破图，有的话帮我贴一下，我贴给大家看。现在重生不会有大鱼跟着飞上去了哦。会啊，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走捷径吗？咱们去找雪人先祖。地板重叠破洞吗？啊，不是，就是贴图啊。它的那些墙壁贴图变成红色或是一些金属色的那种东西。那是半年前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你关台了，我还没睡。没事啊，我就开到你睡着啊。嗯，草夹子、灵离子啊。哎，我在那边看到你们啊。
一堆兔子头。你是谁？罗老丹，谁？你是谁？雨林，哦，好晕，好晕。白鱼救我！干嘛？你们有贴吗？白。可能放多少16815根，你要先试炼啊 ！Switch 的水试炼可以卡后台 ，Switch 可以哦。吉瑞尔斯，那现在都没在跑试炼呢。哎，我们来看鱼妈妈。小妞跟我说的，我也测试过了。虽然250跟红蜡很贵，但里面目前三个面具最好看就是它了啊，所以才会直接想要说就250跟换它的啊，还可以了欸。好，我们的矮人计划。阿卡后台要几秒啊？哎，哇哇，这么水系的吗？差不多七秒，也是七秒。耶，下礼拜又复刻了，开心。不好意思欸，林喵，那个用 Switch 看 YouTube 是什么意思？怕你啊，不跑试炼，就是云野左手边的图等你。云野左手边，你为什么要去那边等我？啊，不是跟你讲说去峡谷吗？峡谷直接在那边等我，我们直接烧红蜡啊！我讲话你是不是没在听？我讲话是不是没有在听啊？现在没红石哦，对呢，靠腰，我跑太久了啊、哦，对不起啦，我道歉了，可以了吗？我道歉了，可以了吗？不要不给我钱啦！不要不给我钱啊！等一下哦。那现在云野还好，云野没有什么需要，除了八人门呐、啊，好像就没有了、欸。啊，我真的想约尤里一天，我们去找欧旅哦。他最近在忙他的商品东西。哦哦哦，跳过。好了，繁星陨落了。啊，又可以来骗人了，骗人了！哇哦哇哦。
我要当个可爱的小萌新。下礼拜刚好有朗日，黄色雨伞准备上线，太好了！这样子尤里的上线动力又增加了一天。没有啦，他其实真的比较忙。我是不是不该带兔兔头？可恶，拔掉。应该是猫肉，哦，不是欸。这位是那个木偶的朋友啊。我看一下哦。啊！我好同时烧到忘记有献祭，接下来八亿要骗智萌新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可能就是已经跑完全图的八亿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我现在能骗自己是萌新，我就只有现在的八亿了，献祭完之后的八亿，把这个拔掉。好了，我是萌新，冲啊！今天祭蜡换成白蜡的，今天吗？不是吧？今天不是季节结束吗？不像还没有吗？跑了，跑啊，当然跑。萌新要去跑图了。啊，如果到时候再退去实况的话，手机 Switch 连吗？不行吗？不意思，我现在就是啊。哦，手机跟 Switch 只能选一个账号啊。这样，如果今天要用手机开，还是你是问另外一个问题？你 Switch 要先登录绑定一个。选择你要绑的那个账号，我等下换回来好了。啊，既然没有想要去骗新手，下星期吗？我记错日期，没有，他就是最后一天呢的隔天嘛，就是活动结束后，他就会跟你讲说，你所拥有的季节蜡烛转变为白蜡，是吗？啊，忘记候鸟了。哦，吼吼吼吼，好蝴蝶。怎么啦？怎么又传来啦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一开始多少永久翼啊？点三个了，85个。啊，现在永久翼来到85了，开心开心。任天堂账号得先绑定，然后再开始 NS，没错。有点麻烦，但是不会太麻烦呢、啊。那个就登录绑一绑就好、啊。
不知道到时候光遇动画的时候，会不会吸引一波人来玩？让他们知道后悔当时没有玩光遇，没有了。要回家，让你们知道当时不玩光遇是你们后悔的决定。我前几天蛮喜欢穿这样子，这个。然后，你真的后悔了？你后悔什么？你现在玩还来得及啊！反正你这个游戏就是你越早玩当然是越赚啊，不代表说你后面玩都不赚啊。这样子穿这样哦，好看。这款游戏提早玩的价值就是价值在有些东西是绝版，所以才会有那种。卖一些绝版的角色，阿星啊，玩越久钱喷越多，那这确实啊。如果你有要卖账号的话，你至少可以回本一些些嘛。至少你曾经帅过，曾经爽过，那只是现在是换给别人爽。刚刚问阿喵要不要顺便捡，舍不得我的光子，我也是啊。今天就算我哈，我今天确定今天不玩了，但是我的角色我也是不会想要卖掉。有些人就会觉得说，你干嘛？你又不玩了啊？这角色就卖出去，你又还有钱赚啊？不是啊，就回忆啊，念旧啊，舍不得啊。绝版的只有1周年的帽子哦，好好，没事啦，只要是别人没有东西都好羡慕，你有别人没有东西都很羡慕，但有时候也不会穿这一套啦，像有些衣服我不会穿，啊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幽灵大大他没有这一套，然后说不要穿，不要刺激他。我觉得很可惜是他那个账号原本的主人，他竟然没有表演系毕业，他有一些表演系的东西，但他没有毕业完，就很可惜耶。真的可惜耶。那还有土司喵，表演季开始玩，可是那时候就中间断了很多次。就那天给他看白削的头，就好后悔哦，自己怎么没有当时没有玩。我就算不玩了，应该也不会卖这账号。连了好多游戏，哦，对，重点就是这个，重点就是我好像是绑 FB 账号的，所以我一定卖不了。动画。
哦，一直有动画，烦死了。欸、开门声呢 ？Surprise！ 惊喜！没有人。啊，这已经不是应该不会卖了吧？这个是我就算没玩也不会卖了吧？这不是应该了哎、欸，应该是还有可能性哎、欸。所以有些人玩游戏都会创一个嘛额外的账号，就是笃定说大家后面会把账号拿去卖。有动画，玩内每次动画害我跑好烂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感谢观众之力，来吧，我们来开门吧。我帮你们点灯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开门。这边还有24，还有六个名额，五个。原来这里可以钻，没有，我到处钻。我今天只要看到斜坡，能钻我就乱钻。啊，这个是被我们带鱼带坏的。哎、欸，这是谁？灵菇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陆续进来了啊！观众涌入了啊！现在来到了直播平台。幺幺2246，还差两位。啊，利恩怎么迟到了？利恩怎么可以迟到？两个 double 番茄吗？那个也是番茄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、欸、都到了哎、欸！感谢月安啊，感谢幺幺小妞灵菇，你是谁？番茄哦，利恩哦，哦对不起，操你们不要每次都穿很像好不好？有时候你知道利恩就在星盘上面，我看到他，我就飞过去想说是番茄，就过去哎、欸、是利恩哎、欸。你刚才峡谷哦，抱歉，撤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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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温啊！因为有你们，才有我跑图超人呢。番茄三号，不是你要知道，那时候你还没玩的时候，利恩就看中了那个猫咪头套。所以他那时候，我想说，嗯，该不会又一个利恩吧？就是你那时候谁番茄？我就说，嗯，又一个利恩吗？结果你们两个就常驻那一个，我想说，哇，你们去结拜好了。而且你们又在那个家里的那种杂货店上班，我想说，啊，你该不会是真的是自己开小号自己爽吧？就是利恩跟番茄其实同一个人，我那时候其实在这么想，可是我就确定番茄不是台啊，不，利恩不是台湾人。我想说，嗯，好啦，应该不是啦。晚点把利恩 ID 改成，我应该也是番茄吧？挂号利恩。趁云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我自己无聊找到的方法。
他说：“怎么每次飞上来都差一个亿而已？”后来看了一下，旁边有云呢，就蹭一下好了。进化，利恩在这边的镜像是斗内金额很大的。对啊，他那时候在幽灵台抖那就说：“繁星快啦，你们利恩是抖多少啦？”我是好像黄色金额不就是150到300还是多少啊？不是200。真的，光遇是好游戏，但是。太吃重了，觉得可惜。那再来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其实就差不多，可是就觉得还是很好玩啊，你看，你可以每两个礼拜去期待说下一次复刻是什么，那下一次的什么什么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就可以看一下人家社团里面聊的说啊，下次复刻武士库，我就去跟喜欢的学妹告白。那，好不好？我现在都看任务有些像跟陌生人坐下的任务，我都会去椅子旁边等，看有谁要，然后就会坐下去帮他们解任务。啊，当椅子那些蜡烛都点开了之后，我就回家再重新跑一次。好了，回峡谷等红石。你要不要跟番茄一起等啊？番茄在等你们两个一起好了，你们三个叠在一起好了啦。有好友的任务直接放弃，哪一个啊？你说跟好友牵手击掌那种任务吗？你没有我的好友吗？啊，你我也不一定在线上哦。你要不要加入兔啊？你一加进来，你花个两杯饮料的钱不到，你就可以拥有十几个朋友哦。十几个朋友里面可能会变得二十几个哦，他们会分裂，他们都有小号。剪拿过了。之前哦，对耶，好久哦。那个你们一定没有体验过四人牵手任务，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拔掉了，还是觉得他抽不到四个人。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一排人手牵着手这样子解完任务，没错，因为刚好没有人可以给我解，懒得开小号上线。那又是因为懒，你活该没人解，没有啦，不要那么凶，就很可惜啊。最近不知道会不会更新任务循环，他很多就没出现了啊！你看，拯救一个光遥，番茄，你们玩到现在有拯救过吗？不要你们啊，番茄，你玩到现在有拯救过光遥吗？史莱姆兔子造型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应该不会玩，因为你看我的玩法就是会每种东西品种都想要养，然后它的空间就又那么少。然后我这个强迫症的就是玩的会很痛苦。没有，我在尝试，只要在旁边算拯救了。没有啦，我在跟他们讲啦，因为他们玩到现在已经两个季节了，所以已经半年了，完全没有拯救光遥的任务。因为我们以前解那个任务解到快哭出来。我们穿过去的地图，或是跑过去的地图，光遥都被救走了，都被救了。所以有时候你那时候在看那个什么自来水厂的那个影片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人带萌新说啊，你任务接了没？结果还没接任务就先去救光遥了，因为有时候你们可能看不懂，因为有些任务不见了。然后一被救走之后，
就是我们要再回家，来给一些没有看过那个徽章的玩家们，来，你们看到画面有一个星星符号的一张图钉的，那就是那边的玩家也是有那个用过徽章，这是番茄跟我说的啊，没有番茄大大，我绝对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个徽章的样子，有看到？以前中地图，对，我记得好像深渊记后就没有了，因为我好像真的也是快一年没有解过光遥任务了，重组记还有，飞翔记还有，深渊记好像就没有了。咻，青蛙安安，小王子记后，小王子记我就有玩啊，可是那时候我有解到过啊。小王子记那时候我还有啊，我那时候有我是以我跟哪个司机一起玩为记忆啦，因为那时候我跟雨林在玩的时候还是有解过任务，雨林是在那个深渊记之中就没玩了，十二月的时候，我应该都有拿到，我跟你都拿到了吧，剩一个而已齁。聊天聊到啊，瓦德瓦德瓦德，好，下一站雨林，那么久。那么那时我可能不知道人，结果错过，因为刚入坑没多久。没事啦。所以我那说到现在就大概类似，谁？感谢杰云的三十个月 SC 啊，那时候就是聊到哪里？哦，我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吧，就比较像是在一个人自己跑图了，因为司机都弹坑退坑了，然后是直到今年的五六月，那时候就是一波让呆鱼陪他们加入兔窝群啊。还开始就是我们都是下午三点准时跑图还是什么，那直到后面我是觉得这样跑对我来说太累了，因为下午三点其实我在应该要睡觉了，那我还在跑图，我想说后面就是开始跟呆鱼配合时间吧，因为那时候就是跟呆鱼比较有配合到时间，然后就跟呆鱼两个人在那边约会，所以那阵子还是有一两个月是呆鱼陪我跑的，然后这一季开始是把尤里拐过来玩嘛，那拐来玩啊，还好他有来玩，不然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这么会跑的，不然之前跑图就很像新手、老手、中手，还不是的嘛？大概就是分十，如果分十个等级的话，新手是一嘛，老手是那个就大佬是十的话，我觉得我在呆幽离之前，我大概就是三的等级吧，至少知道一些火在哪边，要干嘛烧，知道一些火在哪边，但是，但是飞的路径啊、过程啊，就是有点。东撞西撞啊，然后一些技巧都没有。好像有红石了，44分才有。44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红石一出来，我马上冲过去你们那边哦。等一下，利恩跟番茄，你们会合了没？我三强在一起了。啊，利恩、番茄，你们在一起了吗？
你们会合了吗？会合了，但没在一起。考虑一下，你们有夫妻脸哎、欸。他们说你和我很有夫妻脸，聊起来就好像花开的瞬间。很久没上线，这里变红会吓到。最讨厌的应该就是。这个哪里？跑刚好在跑圣岛那个洞里面，因为那时候夕阳了，又加上红石出喷发，又画面有够看不见的。对，那再来就是木土一土，雾霾格外严重。阿嬤在烧馒头，那时候在那边飞极限，飞到最后没有翅膀，还把自己玩死。先出门了，拜拜，好，行，拜拜。木土驯龙，哎、欸、，Switch 有办法吗？Switch 有办法吗 ？Switch 是不是没办法、啊？不然我真的很想开台驯龙玩驯龙、欸、可是我 Switch 真的是没办法甩啦。可以的，大大教一下。我现在都是看到有坡就钻，没有特别的。我可以试试看，我不要。等等，阿嬤馒头地图变成更漂亮。他不是说现在 bug， 所以把雨林的那个红石都拿掉了吗？不然每次都是在雨林遇到 bug。想想那时候看到底下的留言，有人烧了，有人不是说他喷了几个账号，加起来总共也是三十几个翅膀。雨林奶奶这边好红石，是吗？忘记飞了，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至少先跑完这里。板垣妹一天撸掉十几场面啊！点名樱花睡了吗？上次没有红蜡的地方，对啊，就是那里啊，但是后面的那种，我看官方他不是说就是把只要是雨林的土都拔掉了吗？看那个黑泽说的，你还在？天啊，去睡觉啦。还是你想听听什么温柔的声音？啊，樱花该睡咯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、喔。我等一下用 echo 那个回声的讲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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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。啊啊啊啊啊！哎，超过了，嗯，等一下好了。
我声音啊，啵啵比啵啵。我叫。哎、欸，我叫。来点 ASN 啊，没有啦，等一下吧。刚 A 到一半，突然听到雨大雨下的声音。好，三分钟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谁在演奏？没有欸，可是这是 beatba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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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欸，不像是弹乐器的声音欸。我们去当电灯泡，走。啊，不是，我没有要升级翅膀，我要去传我的队友啊，我要去传我观众。几亿啦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。我这样让自己睡着，哈哈，你还想睡啊？还想在我面前睡觉啊？啊，改番茄名字，好啊。哎、欸，你肩膀上是螃蟹吗？我有看到，好像有黑色鬼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什么？对啊，利恩你嘞？哎、欸，利恩不见了，呼叫利恩。啊！看到樱花就想抱，来，啊，这位是月安，他还聊天室哦。不行，看到樱花就是想抱，欠抱。樱花头真的可爱，对啊，就樱花真的比较长高或是变矮，就矮人面或是正常身高，樱花跟双麻花就真的比较好看啊。大啾啾长高就觉得有点不可爱了，所以我说啊，想加我好友吗？先去戴樱花头或双麻花的头。不过比较多女生喜欢的是那个，那叫啥？书虫，走喽！你现在可以过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蹭啊！哎，有好友吗？你没好友应该不好串吧？利恩来了。然后今天的任务，今天的红石蛮好烧的啦，我自己烧完过。你没有好友，第一天是跟台哇，没事没事啊，我现在礼拜六好不好啊？礼拜六光遇加好友日，呵呵看，这是什么游戏？有看过石头在天上飞吗？除了陨石、流星以外，不用自己账号，看直播有点不敢写字啊。学生头大爱，你是说那个吗？西瓜皮吗？欸，每次看到西瓜皮，我就是想到两个人，一个就是泡泡，一个就是阿奇了。那时候阿七就是说：“哎、欸，长大的我哎。”那时候点开一个小黑，结果阿七第一个反应是：“哎、欸，是长大的我哎。”礼拜六光遇好了，对啊，就是礼拜六是光遇日的，嗯、啊。来，番茄，来吧，杯杯。
我们喷上去吧。啊，你要带哦，好吧。喷上去比较快，你慢慢飞，我的天。你知道我那天就跟番茄在想用杯杯飞上去，他就听不懂我的意思，硬要在我背上举白蜡。我说你喷上去就好了，你在那边举白蜡，你飞也是飞很久，就喷上去就好了啊。你看这个克苏鲁的眼睛跟嘴巴，有没有觉得每次跟他跑图都觉得很恐怖，但就觉得很好笑。你看两对眼睛，然后两个嘴巴，第一次跟台气氛好欢乐，但吃饭了有功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欢迎下次再来啊！谢谢番茄，还有谢谢我是番茄，我也是番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啦谢啦，你都慢慢飞上去的，我只用手机用那个弹射喷喷的上来啦，不然其实好难上来哦。好，继续跑，刚跑到哪里？雨林、水母图，对啊。哎，跑隐藏图 ，Sugar SD， 你只有自己。我那时候也自己飞啊，就带着一个回能的小火盆，然后看到有落脚点就赶快冲过去落个脚。因为那时候是大半夜了啦，找不到人，找不到还醒着活人陪我跑。那时候好像几点啊？四点五点。我其实有想过要多开光遇台啊，可是啊就只是跑跑图聊聊天啊，对呢，可以开始玩。来樱花，要好好休息哦，晚安啦。所以以后看到直接传进去没有？所以以后看到直接传过去有没有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是说反正你们传过来嘛，啊我没有打声到招，没有打到招呼的话就是我在忙啊，顶多打个安安啊，没有下文的话就不要勉强我打字了。欸，我才发现这边还有蜡烛欸，啊又多知道了一撮蜡烛在这里。这边也可以钱哦。这里是哪里？哦，可以加好友，晚点好不好？有时候不敢乱传，没关系，你们啊，你们就传没关系啊，啊，就只是我可能没办法回你们话而已啊。反正你看到你传过来，看到肩膀上有人，就知道了吧。我们在约会，我在带尤里跑的。反正通常我们现在从大半夜跑图时间改成早上跑台，要跑图有没有就很健康啊？我们在晨跑。安安，请问可以加光遇好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但是先等一下，等好了，我雨林跑完。那我回去加一加。刚刚有谁？安妮？还有谁？伊奈？啊，那个等我逛。我这边每次都记不住在哪裡，等一下喔。找到了，这里。你想加好啊，那我说就是你们可以过来，可以打招呼，但是我最多只是回个安安。欸，如果在跑图的时候回安安，就是
啊，都没下文，就是我在忙。如果在传过来看到我在预警，那就是可能我在等人。没有啦，反正就是如果没事做的话，会跟你们聊很久。像有些人，他们我就会说你们在干嘛啊？有时候像看到封堂，可能突然出现在星盘上面，然后在我旁边，就跟他哈拉个几句。安迪最喜欢你，真的有睡吗？还是有睡两个小时就开台？我有睡啊，我今天我三点睡到十点。安妮最喜欢，四五安安 ，Hello， 哎，果然又黄线。好，这张地图真的好容易出现这个哦，还是说刚好那个时间点？天啊！然后所以有时候看到幽灵在被雨淋，要么赶快带火盆，要么赶快带雨伞。啊，完美！看到没有，熟练的遁地姿势。其实我遁这边的时间不多啦，因为很少带他跑到后面来，除非后面有大啦，才会来遁这个东西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翅膀啦？安迪最喜欢。来，先加谁？看一下哦，刚刚第一个说要加的是，请问 A N N I E 0938，你是9月38号生的吗？怎么称呼？那伊奈怎么称呼？然后看一下有谁，翔怎么称呼？啊，请跟我说你们的名字，没有的话就直接把你们的 ID 打上去哦。一轩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那个翔跟轩的声音也差太多了啦，连接不起来。一吗？一。我有时候打乙真都找不到，哎，都要打一耶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看，一个叫一，一个叫伊奈。9月38，嗨，红月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送给你爱心啊？好，一，这是你的哦。啊，伊奈，等一下再给你哦。哎，来，一，请按下暂停键，这是你的 QR code 啊，自己扫哈。然后，再来是轩，不好意思，轩，你下次出现我可能会认不出你哦，请常常在聊天室出现，谢谢。这个我一定会叫错个四五次啦，所以包含一下。来，轩，这是你的啊，我们过一下子吧，又出现 bug 了啊，再跑一下就可以加好友了。这跟那个综艺节目抽奖有没有？咳咳，来，请收集那个号码牌，然后会在五分钟左右出现在那个综艺节目的左下角。啊，只要收集六个号码就可以换取，有机会抽取到啊我们的宾士汽车。没看到爱心，没办法，我是送火啦，对不起。好，那等一下，轩、伊奈跟还有谁要加？雨景哦，那雨景怎么称呼啊？请留意开台时间吧，请看台啊。我们随机抽出一位观众来加好友啊！目前有名单有三位啊。我去圆梦村屋顶喽。好，
我叫老，我们叫老方，老样子。所以那个念景吗？啊，这位红月大大是当时我还是小萌新的时候，他就在我面前背着黑糖，牵着我的手，然后带我们跑那个暴风眼。当时我害怕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当时八个人在跑那个伊甸园的时候，那个石头就从我耳边一直扫过，拼命的扫过，那时候吓死我了。有个老师，石头会砸到我了，然后跟我讲说不会，然后说是说，砸到队长的话，其他队员才会被砸到。我说不是老师，你看我黑掉了哎、欸，他才讲完这句话，我马上黑掉。老师好痛哦，老师，老师我被打。不过那时候跑试炼真的是很好玩啊，就一群八个一个老师带七个小朋友在那边跑试炼，不是跑试炼啊，跑那个献祭。啊，宇井轩一奈何月西有这个人，刚好月西吗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不好意思，竟然在人海茫茫中看不见你，我很抱歉。啊，这时候应该可以了，来再来加。啊，下一位，我们幸运观众是，哎、欸、谁？那就是轩，刚刚是轩先的，轩。啊，不行，看来广告 CD 还没到、啊。还有刚刚没有说跑完图一次加，应该要边跑边加的。你看，还有个 CD 在。老师在搞，没有，老师没有在搞啊。可能中途有，因为老师应该也没有带过这么长的队伍啦，你知道，这就好比老师要牵着小朋友过马路一样。然后小朋友说，老师。车会不会很危险？老师说不会，除非老师被撞，你们才会被撞。哦，好吧。突然，老师，快去被撞啊！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这样子有没有？繁星走在队伍最后面，被一辆巴士撞到。然后那时候也是谁？于娜跟黑糖，因为那时候都没有好友，就只有我有他们的好友。然后每次都要在中间传话，然后他们就彼此讲话，我就想说用手机打字好累，我想说来恶搞一下。哎、欸，于娜黑糖说你是死，那黑糖明明就说于娜是天使，我说于娜黑糖说你是死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哭了。啊，好好玩哦。啊，也因为我好不好，他们真的受不了我的两个彼此想在那边加好友。繁星都要变我的老师了，可是不一样啊！你的跑图方法都是不遁地啊，然后就正常跑不是吗？你看看我刚刚在你面前遁了几次了？对吧？我没有记好老师的蹲蹲教诲，毕竟之前在跑图的时候我都在打瞌睡，来上课打瞌睡，是不是我刚刚的？有啊有啊，就是那个谁啊，就是黑糖画，不就是那个、啊、红月画的啊，他之前本来想画故事系列的，但后面他就没画了。还有那个啊，下去吧小王八蛋。就那时候不是红月在推那个黑糖下去学习飞，那我就丢那个布娃娃下去。
你不是遁地流派的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你出现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完蛋了，然后稽查人员在这边，我不能遁地，我不能遁地，一直飞上飞不上去怎么办？飞哪边？找人带你飞啊？爱成业。就后面我们那个太阳，太阳蛋幼稚园，因为其实他们那时候就是其他的几个小会师，五六个小会师，他们也都是上线，就都在预计那边聊天，然后还是干嘛的？我每次上线都看到他们在那边聊天。就等于是这边是他们的聊天室啦，就觉得他们那时候持续这样子持续了半年，我觉得好强哦。但后面就是开始有些人没空上线了，然后就陆续半坑的、退坑的都有。现在只剩下，等一下看一下哦，阿兵也半坑了，然后鸽子是退坑，然后黑糖是偶尔会上来跟我抱一下。然后红月是，也是偶尔上，啊，比黑糖还少上，就大家都没空啊，我能体谅啊，毕竟这游戏就真的能持续玩这么久，真的很猛。我不会管别人遁地的啊，我看到人家需要开门，我也是会帮忙开啊。我不会因为说自己看到人家要开二人门的时候，在那边扒半天，我在旁边要蹲下去。啊，我不是之前的那种人，之前那种真的是让我太恨了，恨到我才开始学遁地，你知道吗？我又在实况说啊，我其实那时候不想学遁地，就是我怕我遁上瘾了之后，我都靠遁地。那就是直到有一次我在开那个定格的右边那个两人门，我就在扒半天，隔壁那个人就给我这样直接遁下去，我就气到那时候就说开台学遁地。孤寡太久就想退游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就说，你们那群兔窝的回来的，因为那时候说是四五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刚好碰到那个表演季很香，才留下了我。那直到表演季过之后，我想说这一季破碎的季节，我想说就还好，然后就有那种想要蛋坑，就是。没有想很热忱的玩，就只是上线跑个十五根蜡，任务解一解就没有了。啊，是直到尤里来玩的时候，想说哇，有那个有个宅宅带着感觉，有稍微留住到我这样子，至少还有人可以带，那个要需要带还是怎样的。我一定要在这边放一根蜡烛。提醒那些看不见已经跑过的人，有没有说啊哈在这里哦？幸好下一季好香，我感觉他还会再动一些东西耶。最近光兔窝光又进入淡季，没有，因为已经都跑完了啊。阿西米又爱上不上的啊，没有空上了。完了，我又上不去了。我上面是个坎，我好烂。我还没带萤火，救我！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继续吃，你继续吃。还好有人。我忘了带萤火，天啊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会感谢你的。所以我才会有时候解锁好友数 不太敢解锁太高，怕他们玩一玩就蛋坑了。嗯，要加他们的好友了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刚刚有谁？轩，以奈，哎，我也忘记月什么。你是安卓开服入坑，结果断断续续回坑很多次。对啊，你有讲啊，你看到我们都爱玩的时候就回来玩了。轩，你也想加？好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要加的话，你贴在酷窝群就好了啊。来，选择是你的。来、哦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，我叫你糖吗？你直接贴在酷窝群有个 SK， 你还是你们不在 DC 群？啊，又不行了。好，下一个是以奈了。嗯、啊，你不在 DC 群，你为什么不进来？你为什么搞排挤我们？你为什么可以一个人排挤我们四五百个人？不窝的。送你发一发就好了，再打一次，感谢感谢。克洛伊安安，你看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克洛伊，他也有在玩。你看现在聊天是陈烨，那个王龙，然后信、番茄、克洛伊、小妞、欧弟都有玩。等一下、喔，跑一下滑行赛道再去找你。梁元安安，你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你给我拉回放，有你的 QR code， 你要代收啊！你给我拉回放，你的 QR 啊，信没有完，他白痴说信没完啊！你其实你有完对不对？我竟然加了你，居然人不在，哇，丢脸！奖金将累积到下一次不加你好友了。那你看到你接收好友，马上删掉。没把没加，刚是以奈，以奈的是失败的，轩的有弄成功。啊！我说你有就有啊！你下个季节给我来玩这样子。你说信哦、喔，哦，信没有啦。啊，其实我有，该玩了吧？都在玩了，加了，好。下个季节是联动的季节。不行啊，手机会跑不到，换手机。感谢云月，哎，你成功了哎、欸！感谢感谢，谢谢云月的揪团，谢谢。哎呦喂啊！手机跑不动，换 Switch 咯。目前多多最知道的应该就是 OD 了吧？ OD 还有，我忘记那个谁，还有一位，秦夕，他好像有更新比较好揪。可是我昨天跟前天想揪去你那边揪不过去哎、欸，啊前天啊，想揪到你那边也是失败。然后他出现说对方未开启什么的，我说啊，好烦哦。你问观众，那时候我都有说，哎，你们看哦，我截画面给你们看哦，你看又失败了。不知道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至少看到你揪成功了，很开心。谢谢云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昨天 YT 大爆炸，昨天不是半夜 YT 有个一个轰炸吗？我昨天看打打台啊，看一看他最后跑去那个不许开。啊，最近都在当分夜小天使，看了一大堆人的台。我其实有隐约也会开那个史莱姆农场，果然是大滴滴，也没有到大啊。拜托，我昨天看那个巧克团的，因为有那个嘛，那个 TNT 的那个要看很多视角，就看了一下到底在干嘛。然后再加上昨天还有谁没开台？昨天还有谁？我记得啊，哒，回家。看了小雨玩过，我目前觉得史莱姆二还好。对啊，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跟小雨说二五还好，因为有点对我这有点强迫，就是什么都想要各养一种的，他那个空间太少了，玩起来就会让觉得自己很累。而且感觉重复性又有点差不多，我也跟他讲说那个我好像就还好了。不过你那个叉霸的那个不是应该也很好，反正免不是可以免费玩。但二有兔子，我知道啊，可是真的要玩我就全部养兔子而已。怎么了？你是谁？你朋友？你要去哪认识的朋友？不承认事实，下次也想看。啊，观众，真的假的？以奈，你不可以回收讯息啊，以奈。你是谁？哇，等我，又是等我，然后串到你的吗？我的天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谁？他就是白熊哦，我看到你了，以奈，你我要打你屁股哦！目前看他除了地图不太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说，只是目前看只是多了兔子跟建筑物不太一样，其他我自己觉得还好。所以那时候也有观众跟我说：“欸，史莱姆农场有兔子。”我说：“可是就只是兔子而已啊，其他差不多，我还好。”以奈，我要看一下你回收什么。答是直接跑去图奇 diss， 对啊，他跑去图奇那边骂 YT。怎么身上痒痒的？我看一下哦，以奈，大哥一定有了吧？咦，好，以奈，这是你的，请按下暂停啊，自己扫，我要继续跑了。金鱼安安，初见安安，啊，自己跑哦，我去跑图了，拜拜，感谢教主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欸，不好意思欸，我应该捡完东西再飞你的，我要重新飞欸。哦，番茄哦，你去深渊咯。欸，蜂糖，我看到你的蜂糖。不好意思，番茄，你可以飞去下一张地图吗？好像有点远啊，番茄。温阳安安，不要牵我的手，恶心。走，走开。请给我去下一张地图。好困，想休假啊！
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我在等你哪天有空哎、欸，想说看你都在 DC 一大堆人。哎、欸。你明天休假？好哎、欸。圆梦村。你睡醒要用再敲我，你要确定欸。我最近睡醒时间大部分9点10点欸。你说的下一张是雪人吗？对啊，又隐世山谷啊，不然还有哪里？啊，我们今天可以再来看看封堂的故事吗？有人呢、欸。那你11点再敲我，我明天睡晚一些些，没事啊。你睡醒再跟我再来问我说我睡醒了没啊？好不好再开台啊？居然是我的故事吗？对啊，看昨天我上礼拜我们在这边看你的故事，很棒诶。克洛伊拜拜。诶，刚刚还有一位是谁？还有两位。月什么？月雨景，还有一个是谁？啊，毛西，快点，是谁？是谁？毛西，我们的毛西小天使，月西，好好好好，月西，阿修哥，我晚点加理由，手游玩家。雨景，这个景吗？没事哎、欸。好，雨景，这你的，来哦，自己暂停哦。然后月西。月一，猜会不会成功嘞？哦，哈哈，好诶。接通安安。萝卜拜拜，不是这里啦！哎呀，你走先。哦，是啊，对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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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都习惯先跑上面，再跑下面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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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好不好？不要有纷争，大声就能搞定。你看你这边不是更难飞吗？从上面滑下来不是更舒服吗？真是的，还要蹭云。你有小号，我知道你有啊，你要体谅我没有小号啊。哎、欸，我来这边干嘛？白痴。捡金人，耶！
明天，应该说今天三点啊，我们要去方舟烧红石了啊！我不够细心，我下次体贴点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你直接站在赛道中间等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其实你站那边也好啦，不然我还是要跑那个啊，跑，不好意思，在哪里？这里。那我去深渊喽，好。飞翔机那里很难拿的，今天拿了吗？正要去。因为路线有刚刚有稍微规划一下，我想说拿完那个，来峡谷拿完再来穿那个风道来这边捡。揉个眼睛。其实他也不会难拿啦。哎，雪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要拿吗？你要拿，我帮你拿。我跳太高，可恶！好了，拿到了。原来如此，那里以前都不知道怎么拿，还是看了别人方法才拿到了。哎，拿到了、啊。先上班，拜拜。好，温阳，拜拜。要怎么下去？蹲地啊，你就找个斜坡蹲下去就好了。啊，请拉回放再看一下我是怎么蹲的。反正只要有斜坡，就有地方可以蹲了，好吗？走喽。小雪安安 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我们来猜猜下一季是什么？哎，他那个什么季啊？魔法季吗？还是什么季？忘记了。兔子面具那个是哪一个季节？就雪人啊，雪人那个是什么季节啊？他是不是只出了两个而已啊？可恶！梦想是不是只出两个副科而已啊？好了，雪鹰走了，回家了。怎么杰通也有玩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会打梦想两个字？我怎么不知道杰通有玩？还是你是跟人家打的？我扁你哦！然后我先把一个人往后拉。啊！回火，我先关掉。宣，
试看哦。你有玩？你玩多久？你还有在玩吗？为什么没加我好友？刚是谁？月西。来，月西，这是你的。你刚刚有加我好友有吗？你叫什么？你又上线点亮我的火。啊，你现在送我一颗爱心。来，月西，这是你的。最后是剩谁？剩修格对不对？S U G 哎不 A R， 因为我后面要加兔子啊，所以等一下用手机。拜托成功，去，没有，我没骂脏话啊。你上个线，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没有你？九尾狐吗？不可能啊！九尾狐是观众呢。啊，杰通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玩的啊？九尾狐就是你，北七哦，改名字，气死！五号，谁知道啦？可是差好多，完全对不上，不好意思。你知道我怎么记呀、啊？你跟那个轩一样啊。接受。干了三个号哦，你再提三个号，有人要心动了哦，对不对，番茄？左右玩家。啊 ，S Sugar。好了 ，Sugar， 这是你的，哎，自己按暂停哦。哎，有空你也可以真的加那个、啊、加 DC 群呢、啊，多认识一点朋友也好啊。而且 DC 群也常常都有贴那个、啊、光遇的东西。Sugar， 你看这个西塔上，他有出现在聊天室吗？没有。月西，月西娇妻 ，Sugar， 哦，要不是我刚刚问那个问题，杰通永远都隐藏在我的星盘里面呢，天啊！欸，所以他是不是只复刻了那个兔子面具而已？看一下这边有谁？兔兔、小妞，这是谁？枫糖。帅哥，我要抱抱，帅哥！帮我消毒，我刚摸了番茄的手，没有啦。兔
固执跟旋转我啊啊啊啊啊！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啊那个嘞，我们的雪人怎么还不复刻嘞？请问你们站在那么高看看风景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是兔窝的 Sugar， 你们认识一下，一个派一个回去拿桌子过来这边聊天啊。你也下去捡一下，好玩了。你能解到爱心吗？可以啊，来啊！这么想给我爱心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哎、欸，你如果需要人家护心，你真的来吐我啦！我想要雪人裤子，我也想雪人裤子、雪人面具跟二阶抱抱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你看，现在兔子面具有了，白鸮的头有了，我现在就裤子想要的是雪人裤子了。知道了哈。啊，聊天室还有谁要加好友的吗？嗨，欧弟，嗨，枫糖。哎，不是哎、欸，有人藏在里面，天哪！你要解锁到哪里？二阶熊抱吗？我想要总裁发型，总裁是复刻过啦，顺不上去。你请那个啊，小妞带你拉上来，金人可传没关系啊，我现在在接受他们的好心好意，你还不能给爱心，爱心要解锁啊。等一下，枫糖，你没有要换面具哦，还是你换完了？串了，对，人不见了。幺幺，你飞得上来吗？有面具，红辣的面具啊！哎、欸，你不用怕兔窝的人啊，他们人都很好，因为应该说玩光遇的人坏人不多啦，但还是会有啦。这个问枫糖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枫糖，我们再去讲那个坏人的故事，我们再去说说那坏人的故事。好。好啦，没事啦，下次遇到坏人我就只会这样子了。熊抱、喔、熊抱欸，光遇人真好，就还是会有坏人，但不多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 Sugar， 这位是 OD， 他是兔窝里面最老的，不是最老的啊，其中二老其中一名，不是老二哦，是二老哦。哇，终于又可以玩熊抱了哎！抱回来，我要抱回来。你这里还没拿过？认真？你们都忽略这里啊？光遇虽然风气有变坏，但是。还是有好的，也还是有啊。哎、欸，好啦，那你们聊哦、喔，你们加一加好友聊一聊，乖，好吗？我去下面捡金人。等下幺幺，你在哪？幺幺来。哎、欸，捡贝壳，竹子显显安安，摸个贝壳，怎么了？幺幺干嘛？啊！你要解锁啦，解这个才可以，至少要几掌才可以中爱心。
然后通常我都说，那你包包要顺便解锁吗？这样，你要上去吗？我带你上去啊。现在我翅膀可以上去了。来，这位是夭夭啊，照顾一下。哦、好晕，好晕，好多人。来，这位是夭夭，你们聊一下。完蛋，我好怕。不用怕，真的不用怕。他们除了白痴一点，不会咬人。这边会咬人就只有我。好啦，我走了。人满了，我在浴巾等你们。哎、欸，还是你们要去浴巾啊？小妞要哭了哦。哎，游泳。嗯。哎、欸，有鱼出来嘞！上线看看，对吧、啊？要等吗？等，如果之后那个动画出来了，到时候看还会有多少人加兔窝群。来玩光遇啦，我感觉会一阵一阵的啦，毕竟会有新观众啊，也会有一些人不玩了。毕竟你看，没有打怪，没有什么 PVP 的那种游戏，真的是纯养老。欸、我真的有想看看《风之旅人》在玩什么，但是人家又觉得说比光遇还要难玩，我就打退我。因为我看到他那个后面的披风可以拉到超级超级长，就很想玩玩看。嗯，欸、对，我这边蜡还没跑，哎，白痴，跑一下好了。我看一下今天的蜡哦。嗯哼，赤龙图沉船尾，赤龙图沉船尾，赤龙图沉船尾。感觉超美的，对啊，真的很期待、欸。那时候预告的时候听到圣岛的歌吧，觉得哇，鸡皮疙瘩。好听，哇哇哇哇，失败失败失败，完蛋，剩两个翅膀，咦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。我怎么就忘记带火盆？天哪！加到教主在兴奋的我，你不要跟一个叫伟的一样。那时候他是说他玩光遇就要把台关掉，那时候在我旁边全程扒到底，我就觉得好吵，马上跑掉。哇，红炸了、欸！啊，还有一个哦，红蜡在这儿，炸啦，炸啦，炸啦！好，再来是四龙图。
每次饱读都超喜欢遇到炸花的，当然啦、啊。啊，有时候烧花真的没有办法一次烧掉的话，要卡很久。不是、啊，我希望有那种用吼的把花吼掉就好了。啊，仅限那种小花啦，那种大花就手动烧吧，对不对？用吼的把花给吼掉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卡翼龙这个 bug 还在吗？这不是说马上冲到沉船图进去，待个8秒钟、9秒钟出来就好了？啊，为什么我那时候卡都卡失败？镇岛那里以及雨林中殿那边都等不到人。我镇岛那边就是直接。烧完上面平台的那个花跟大蜡之后，我就直接往那个海胆那边去，底子往海胆那边冲，然后很快就炸掉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四龙图哪里？等一下，四龙图上面。四龙图的上面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我差点忘记我的目的是来捡金人的，我差点想说，嗯，捡完就可以走了。啊，这一次的万圣节办公室的花还是在屋顶吗？不是的话，我现在比较有勇气去烧了啦。现在卡会卡后台后，万之前每次去烧，每次撞掉三根哦，好难过。好的，往右转。让我驼背了。不得能吃的福，我已坠入看不见坠的国度，请接受我的祝福。哇，好快又要玩完了，好玩了。没有，中间太多插曲了。撞一下他，敌，你看到我了是不是？啊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可以加。好啦，不要那么生气啦！哦呦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好黑，好黑，好黑，这里吗 ？OK，OK。想加我好友可以啊，你跟我说你的 ID， 我等一下开 QR code 给你。然后只是我在跑图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回应的话，就是我在跑图啊，没有空理你。怎么加？你会玩吗？不不不，我等一下给你 QR code 啊，你先跟我说你怎么称呼啊，还是就是白领月？
那加好友我都要看到你们六龙成功我才会加哦。哇，这么哈扣的吗？没有，我要让大家有那种没有我你们也可以玩的那种感觉。领月就好，好，看一下现在可不可以加领月哦。岭南月，来岭月，按下暂停，然后这是你的码，你看要拍照还是拿手机扫？好，这就是你的了。我木土不进，没事啊。木土也是因为带了幽离，我才敢跑木土，不然我一概这边有大蜡之间路口的一根，或者是那个。楼下的一根打蜡，那其余叫我拿木土，不叫我拿我不要。因为有带人才会有进步。你木土大多都是驯龙，我驯龙 switch 没办法啊。谁拍个 Switch 的驯龙影片给我看？要用手把哦，不可用类比那个手把，不可以错画面哦。求你们了，拍个 Switch 驯龙教程。啊，你们要看会恋爱的影片吗？我等一下聊天室贴一个会让人谈恋爱的影片。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啊？我想问呢、欸，就是他一开始用那个旋转，然后转一转，转一转，龙撞到他的时候就弹跳起飞。iOS 卡后台，你说卡后台然后爆掉，等一下我拿完前面金人我贴给你们看。欸，很恋爱的，他那个剪辑很让人谈恋爱。这个来，这个去看，会让人家想要六龙的影片。不是，它是全程都是。你先看影片，你看完影片再跟我说。嗨，林月，怎么了？你是要贡献什么东西吗？不然怎么会传我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消失不见了？早安，难怪在线上通知 YT 吃掉了，原来有直播。我想说你这时候给我爱心，是你在偷偷潜水是不是？你怎么还没到啊？联谊太久了是不是？看我还没到。哎，难得你用矮面呢，哈哈哈哈哈，啊哈哈哈哈，啊哈番茄，啊哈哈哈哈。好了啦，番茄。小鸡安安 ，Hello， 晚上好。
啊，错误示范啊！看到有其他人在，请帮忙点啊！我刚刚是想说，只看到番茄在而已。哇，献祭在家跑图，在家中间无微博哎，我们跑多久啦、啊？两个半小时。看这样，开个光遇两个小时多就骗到了。那我去星末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你搞错顺序了吧？啊，我静儿跟谁跑？啊，大哥，番茄大哥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我灰了哎、欸！天哪！来路径哦，白痴哦！想说是要解锁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就走了啊！拜拜。好啦，回家回家。然后我刚遇到朋友在狱境，就推他过来看繁星了。啊、他在吗 ？Hello， 晨晨的朋友，你好啊。哎、欸，手你断哦，我没办法断哦，是可以断啊，但是要靠安卓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捡金人不是要烧蜡啦，捡金人啊，大哥。你还没烧哦，我们刚早上跑过，我们刚刚才跑过。你是白痴哦，捡金人而已啦。我们才跑过，你是忘记了是不是？有吗？我有跑过吗？哦哦，我跟尤里跑过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道歉，我第二次道歉，我跟尤里跑过。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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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。啊，完了，搞错了。因为有时候尤里如果来不及跑这边的话，都是番茄陪我跑这里。没事啦，番茄是嘴得起的男人啊。不好意思、欸，这些记忆蜡烛可以离我远一点吗？要干嘛？哦，我飞了，好。你还没加过晨晨，那我等一下回去预警你们开一桌。那、啊、就是晨晨欧弟传我，我累了，没有没有没有啊！跟尤里子跑图的时光太快乐了，错乱。
你已经很久没玩了。没事啦，我这不是在玩了吗？要吗？我可以当中间人。哎、欸，好啊，利恩你来吧。你赶快介入他们吧。我好几年没看到我灰了。你刚才滑掉游戏，给我打开它。放我下来，抢匪，绑匪。好啦，谢谢番茄啦。我每天上线都会上线，至少跑任务，不然要干嘛？跑蜡烛而已嘛，很干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晨晨，你朋友是哪位？小鸡吗？完了，最后的静默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还有人要加没加到的吧？应该没了吧？不是，好，当时一个月前打算连续都跑到灰啦。早安 Joko， 有啊，我们那时候就是持续一两个月都是跑到灰，但后面想说好累哦、喔，因为跑完加倍是大概一小时嘛，那、啊、但是跑到灰要花两个半小时，最久啦，最快也要花两个小时。要看那时候的大拉在哪张地图。如果在晋格、雨林跟云野的话，就很快就跑完；如果是在峡谷、木土的话，就会绕一下。而且之前没绑又重跑一次，哇，狠人呢、欸！你也很狠呢、欸。怎么把剩下的五根跑完啊？就到处捡啊，看哪边有大，就记一下地图哪边是大拉的点啊。让你看哦，这张地图就有一个啊，然后这张地图的那个风道也有一个。你就要记一些花，然后一些蜡烛的位置啊，然后就是它就是那种一小。两三根，两三根，然后累积慢慢扫啊。一天十五根副歌一定够啊。你是谁？我名字叫。你看，像王座上面有三根蜡烛，就是记一下那些蜡烛位置啊。
他就希望他慵懒日的那个挂机的机制可以回来，就是烧贝壳。如果那个机制有回来的话，我就叫幽离挂在浴巾弹琴，然后我们都拿蜡烛在那边烧。不过那时候玩最爽的还是过年呐、啊，过年那时候，那个舞龙舞狮，那个谁，舞龙出现的时候，他自己爆掉，就整个画面都是五颜六色的那个烟火，好看。你自己是圆梦退的，设计才回来，星图都不会跑了，没事啊。对啊，现在咳嗽肚子好痛。你都会跑了，星图一定很简单啊。对吧？一定可以的啦，你看我都会跑了。好了，跑完了，我回家。我记得副科越来越贵了，应该有190以上。可是也不是。不是应该在看哪个季节吗？你看一下重组季的副科都蛮便宜的啊。怎么称呼 ？LIU 哎 ，LIOU 你好。嗯，凛冬一定超贵。表演呐、啊，不是表演呐、啊，梦想。我要来解好友数，来啊来啊来啊！你来啊，等一下哦，换一下。兔兔回来。哎、欸，披风，好，披风。来吧，这卡要不要来？要解锁，赶快来啊！反正跑完惊人了，要解锁的来哦、喔，要跟我抱抱的来哦、喔。我记得我们好友数是不是快解完了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做什么？解到传送没问题吗？可以啊。如果你们愿意花蜡烛解的话，你要解到哪边都没问题啊。但是观众台，我现在加一大堆观众哎、欸。这样想加吗？想加好友吗？你嘿嘿，走开，走开！你先走开，先让其他人先来。等级三的动作都超贵，好害怕。不会啦，多少啊？六根、七根而已吧。雅思安安，这样小鸡要加吗？小鸡想加吗？坏掉了是不是？小鸡跟 LIOU 想加吗？哦，好友等级三哦，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哎，现在是，现在是线上见面会，拍一下好。又是谁？又是谁？哦，又是泡泡，每次都是你。不是啊，你的西瓜头嘞？好啊，我开一下，我去解一下好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那等一下满的话，我再直接飞你们。谁啦？一直开火。
可以了，好的，感谢。繁星，我在繁星那边是救命哎，你叫什么啊？你是谁？独幽吗？对啊，就是用矮面再加阿努比斯，很可爱啊。我想直接对茄子这样子用哎，啊，这是足优哦，哦，瞬移一直都是十根红蜡吗？没有，他涨价了，他在表演季的时候涨价的，贵死了，要更新，我的天，哇，你很久没玩了吗？你真的很久没玩了吗？对啊，啊，瞬移涨了一两根，我就觉得好贵哦。之前不会啦，因为现在有面具想换，舍不得去换啊。你串走了，哇！你被鬼抓走了，要怎么加？哦，好，我加你。你怎么称呼？怎么叫你 ？L I U 就好了 ，L I O U 就好吗？记得繁星没有开台跑图，不要烦他哦。叫我小柳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小柳，然后挂号妹子，我是棒子。小柳，柳，对，来，这是你的，那按下暂停，然后拍照啊，去清一下，清盘要清一下了。那位嘞，小鸡，你好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现在出现红色 WiFi， 黄色是黄色啦，因为现在连线就很奇妙啊。瑞也好久没出现了哦、喔。他应该是想打喝，然后出现红。我还是之后再加，正在努力更新，我怕等太久，没关系啊。现在这边看到一个音韵王子毕业的，哎、欸，啊，聊天室还要谁要提升好友等级的？没有的话，你要变神仙了，哇，你还没睡耶，天哪！来看小奶狗，哇！好，等一下传。我也觉得我好猛，竟然没睡。我大概懂你现在的感觉啦。我之前也是，
都没睡，但真的没睡意，反而越来越亢奋，越来越有精神。我好像只有光遇会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也不知道在亢奋什么啊，就觉得说啊，可是睡觉觉得好浪费时间哦。好了哈，好了哈。我去找人喽！我去找人喽！我去找人喽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看一下传谁哦。哦，就轩是不是啊？轩，没看到你们上线呢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我传你，然后你们等下传我。你们几个人？来吧。哎，我教你们轻轻的方法。就你等我一下哦。就是，拿这个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然后啊，你先别拿，你先别掏啦，就是，好，你这样子咯，不要动哦，你不要动，你不可以动，你动就没了，还是你不想跟我亲？没关系啊，你要说欸，就是点这个。那你看我的角色哦，这是土匪，这是流氓哎！你看，一直狂亲，没事，来吧，解锁，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蹦出你来？到底没有学到的哦，就那时候那个光遇的 YT 是推我光遇一些 YT 看，你要解啊，啊你没有在聊天室讲啊，快啊来啊，要急就来啊，会咬耶，他就是前后一直撞，欸选解完了，解通来吧。干嘛？要压轻了是不是？欸，他那个慵懒日知道是会有贝壳出来吗？还是一样就是萤火在那边飘？吓到人了吗？哎。给他抱抱就好，没事没事，抱抱就够了。这游戏有抱抱就好了。是吓到人啊，可以叫他走开吗？我点不到人。啊，是不是吓到人啊？啊，你们这些太热情了，吓到这个只会拍手的。希望贝壳去年贝壳跑图生日，对啊，你贝壳吃一吃加倍就没了欸，不会，想想还是继续解吧，就看你啦，不要太勉强，
我觉得就是海边放一排火炉，然后就在那边挂机，真的很棒耶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卡。等一下晚点上车团说遇到一个人，在浴巾遇到一个，不然被一直解锁好友的，然后就我一定在下面留，哈哈，是我啦。他卡在这边，我点不到你们啦哦。不会不会。我怎么看到熊抱了？谁解那么高？接通。现在好像八人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飞你。你加好了是不是？我等一下传你。哇哇哇！怎么有人把手张开了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镇龙妈妈，谁呀？小妞。等万圣节就可以去罗挂，可是万圣节的那个火去年不是很少吗？可听呆鱼又说很多，我记得那时候挂没有挂很多，哎，挂到有点放弃。好了吗？还没。哎、欸，你来了哇！哎、欸，看到又是一个阿努哎、欸。请问穿得这么帅，你肯定是妹子吧？就只有妹子会把自己打扮得这么帅，天哪！不好意思，妹子可以不要穿这么帅吗？啊，官方不敢给太多，樱花树那次太爽了，我樱花树也没有哎、欸，我樱花树那时候没挂到哎、欸，啊、哦，难过死了。锅炉很少，对啊，看一下这次的阳光日，那时候本来跟幽离还有土司喵说可以爽爽挂了。结果食言了，根本就没有啊，难过。万圣节是给大家互动玩魔法的啊，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来抱抱抱抱抱，来抱一个抱一个，女人过来抱抱。你是说会吓人那个魔法吗？请问这是大鱼吗？请问下次跑图的时候，我要带着你跑，我要叫尤里把那个音乐打开，他很喜欢大鱼。那个一定要改的啊！那一堆恶意玩家，万一如果是直接放在这边怎么办？放在这边，把人家直接吹进那个门里面去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是他的话，我就通通是对着这个位置，把小妞直接弹进那个木土的门里面去，直接来谁遭殃？
他如果没改的话，我真的都什么东西都想好了。好坏厉害吧？男生不就喜女生不就喜欢坏坏的？太过分了，厉害吧？等六了个人，放六个门，没错。或是就是这边放一个，然后对面再放一个，这样来回一直弹，哦，好玩。阿努欸，进来的人去献祭没有吧？献祭还要烧欸。欸，我觉得啊，幽离子应该会很喜欢你。起风了也是他很爱的歌。你该不会都是弹周深唱的歌吧？尤里就是又很喜欢听《起风了》，然后《大雨》《木油》。哇，很扯哎！拍手。欸，我忘记那个擦汗位置在哪里了。那时候以为是哭，然后啊，找到擦汗。只有 Switch 能这样子用到鬼畜的方法啊啊！建议大家也来玩 Switch 的、啊，给鬼畜的走法。天下免得人串不过来，没有啊，串不过来，在聊天室说啊，我就可以走啊。为什么躲在这边弹？噔噔噔！让我想到有个木棍 bug， 什么 bug？ 欸，豪尔，你要不要加啊？快点！啊，你是 Switch 哦，那我不知道怎么加你了欸。Switch 就只能加好友了欸。哇靠！你好像很会弹欸。怎么加、啊？你有没有手机？你可以开个手机吗？不然这样子的话 ，Switch 要加 Switch 好友哎、欸。现在宝娇有 bug 吗？现在贝壳都凭空消失。对啊，你现在只要捡到一个贝壳，它附近的贝壳会消失。所以你优先捡最大的贝壳，不然捡小贝壳、大贝壳在你面前消失会很想哭哦。有哦，那你加我啊。就是豪尔，豪尔，来，你按暂停，然后用手机扫 QR code 就加了。来，这是你的 QR code。那你现在马上按暂停呢，或是你要截图下来？好，我先按掉。你再拉回放回去看，对对对，都是那样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优先捡最大的，再来去捡中的。我有一次是确定没有大贝壳，又挖的瞬间看到隔壁有贝壳，我想要赶快把我的手断掉，没办法断。啊，青安安。啊，小柳来借我测试个东西。
等我一下哦。哇，带着狗狗上步，很小。哎，画面嘞？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吗？紧握您的晶片。等一下哦。哎，好像真的要拔起来才能扫。等一下哦，画面不见了。天哪，徽章。哦，天哪。这徽章一直有问题。哎、欸，我又不能扫了哎、欸！番茄，因为上次有成功过一次，不过真的好难扫，赶快解决比较好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因为他类比那边真的好难戳。我刚我看到好友接受我好友。光遇其实最早是跟苹果合作的专属游戏，这样看慢慢做。哇，太冷知识了啦。请靠近您的晶片。我靠了啊。而且苹果哦对啊，那时候。那时候那个谁，祖师喵有一阵子不能跟我们跑，克鲁好像也是在那边被排挤。像一阵风吹乱。哦，没办法哎，不好意思，那没办法了。我觉得好像还是只能非开台时候玩的。我想说给你带个矮面，让你当一只小奶狗，没办法了，蜡烛不够。什么蜡烛不够？好了，今天早上的光遇就先这样子了，感谢感谢。啊，你更新好了，好啊，我可以加你啊。抱歉了，那有什么问题？白痴啊！哎，你要变讲一下，我现在变是没有用了，没有，你怎么可以自己偷变？那我长高怎么办啊？算了啦，那小奶狗就很可爱啊。辛苦了，没有啦，还没有关台啦。来变黑，小狗狗，没有要关台啦，辛苦啥、啊？魔法可以取消，我知道啊，可是这个魔法不是稀有的吗？魔法买不到啊，只能换随机换到不是吗？想骗我？我想说，幽离说他想要买那个矮人的魔法，就发现我记得买不到啊。你要怎么加？我加你啊，不，我给你啊。你等下用手机扫 QR code 啊，小鸡有鸡吗？啊，看到了，你就扫这个 QR code。然后就可以加了，你按暂停、欸、然后截图下来。我没关系，不行，那个很贵，很贵，浪费，不要浪费在我身上好吗？
有卖吗？你确定呢？我也其实记得好像有卖，可是我去方舟找不到哎。噔噔噔噔噔。你今天好像有看到木土吗？叭叭叭叭叭，嗨，好耳。什么哒啦哒啦说再见，说声再见，什么过的？哒啦哒哒啦哒。我要带这只狗狗去玩了，小狗狗，走，我们去方舟玩。我要带这只可爱的狗。你今天好像有看到，我去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完蛋了，番茄。我把你按在地上。我叫你姐把你按在地上。矮人说：“我最常买，对我就记得你很常买巨人跟。”叫你狗会不会不好啊？还是要叫你母猪？没有啦。天哪！那有谁是？你是不是也是今天刚看台啊？你是不是今天刚看台？哦，你要带我，好喂，狗狗带我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要带我去六楼。缩小药水不是药，不是缩小药水啦，是矮人魔法，不是变小的，是变矮人的。木油追很久了，天哪、啊！那你怎么现在才出现？我们之前光遇一大堆的时候，你都潜水对不对？大概有六七年了，我天哪、啊！哇，我真的是太慢认识到你了呢。现在看到妹子都要这样讲。番茄，你猜她是妹子还是棒子？至少这个手牵起来没有鸡皮疙瘩，我觉得是妹子啊。番茄，来你的第六感告诉你，他对你有没有威胁？你有没有那种护食的感觉？矮人魔法只会用雨林，可是真的吗？真的买得到吗？有的话，幽灵应该今天上线全部买光了吧？你想要我怎么？我回答，不是啊，你就觉得吗？是不？敢教主是我的，躲开哦之类的。走吧，狗狗，改你名字。比较好的啊，不要乱改名字。因为我今天去买回复药水，你买回复药水干嘛？你是说被红石砸到没有能量，然后要回复的那个吗？我的魔法都不敢乱用连，结果就存超多的。我也是啊，我到目前只用过一个魔法，那就是抽身高的魔法。这个吗？还是他是六日才卖啊？是不是六日才卖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可是六日的话，昨天礼拜五哎。你每次去都有卖，天哪！天哪！
啊，这个就是回能的，对不对？你就花五根蜡烛，然后多拿到一两根红蜡，好像也值得哈。我是也该买了，我有吗？哦，33个，天哪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也要抽这个了。我要抽爆彩虹轨迹，上次是想说啊，蜡烛省着省着，结果发现好像不用太省了耶。只想见你，好可爱的阿奴，哎，我们养他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养泡泡了，泡泡，我帮你找另一半，好不好，泡泡？我要养它，可是蜂糖也有哎、欸，可是蜂糖跟你比较好啊，不然你叫蜂糖加入会员啊，没有啦，好啦，有了矮人面具就很少买魔法了，可是没啊，有时候长得高啊，需要变矮去钻地、遁地什么之类的啊。如同很多就是在假日了，啊，如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靠腰，过去吗？欸，可以。可是魔法使用时间需要蛮久的，除非真的很难躲红石，不然感觉到哎，真的，这我知道啊。在乱遁地啊，想要坏毛病，可以出来。啊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。与林唯一推重组记的伙伴。哦，对啊，我今天跑图，我今天献祭，又有人说直接用矮面冲到底啊。我说没有啊，我就是带火炬嘛，火炬用正常身高去跑啊。嗨，泡泡，怎么了？你想当我的狗吗？好坏，你想当我的狗是不是？两个魔法，嗯，买了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不知道。你现在没戴狗头，我知道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个长高药水是什么？长到零的药水吗？还是这是巨人药水？啊，巨人药水是这个，我买大小变化缩小的。是巨人嘛，然后这是缩小嘛，对吧？没晕过，晕什么？哎、欸，变回来了，对啦。先喝一罐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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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为什么我发现泡泡的泡是不是有点简体呀、啊？对啊，你看它那个泡，那个口不见了哎、欸，你看它那个一盒没有接上哎、欸，哎，哦亮不是晕的，我想说嗯没晕过，我想说玛丽恩在晕什么？你不觉得吗？亮跟晕很像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完了完了，哦好亮好亮，好凉好凉。哇，大狗狗！什么时候复刻你的面具啊，先祖？巨人是另一个，左右上的不是吗？我喝长大了。我知道毕业啊，我很难过哎。我那时候想说，这个面具好帅哦。我等他复刻，等不到 啊！当时没有搞懂复刻跟那个的意思，干嘛浪费？长大跟变大反过来，两个就是肯定延上，不然就不要阿努面具啊，来个人面狮身像的啊，然后就又是那种小阿努有没有？耳朵再短一点的阿努，看看这美丽的腿推，跑回150快乐，虽然用不到啦，可以啦，这个礼拜复刻哎、欸，下个礼拜复刻哎、欸，只想你，只想见你，喂，好啦，我光遇先到这边了，我等下开个气弹抽个东西，为什么？没事。你知道前天呢、啊，他们一群兔窝的在半夜那边唱歌，我想要偷开台，结果嘞，在那边就抢麦模式，大家全场都会唱，就是没有半个人去抢麦。我靠！哦，你好瘦哦。你好细哦！哎，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细瘦啊？天啊，这只狗营养不良啊！你太……你多吃一点饭哦！你看起来好瘦哦！天啊，是没吃饭？不是，有吃饭。应该是只有吃饭的份呐、啊，有个丑的哎、欸，啊，就是我那时候我要上健身房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就是你看这样瘦巴巴的不好看，还是要点肌肉线条啊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请问现在是 现在是干嘛？今天新加的观众都跑过来了。我没吃午餐，我10点的时候有吃啊，可是那时候吃到一个好像塑胶，然后在吃塑胶的一个鸡腿，咬不动，就吃锅烧面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噔噔。可以不要再浪费了吗？天哪！
五根蜡烛哎。哦，雪樱睡了吗？樱花，你还醒着吗？利恩找你。你要20多罐，天哪！哎、欸，那是不是？如果问一下哦、喔，队长用矮人魔法的话，队友也会共享吗？还是共享的只有徽章？好像只有徽章哦。哎、欸，好啦，50分，这边就解散了哦。我去开个喷漆，给你们看一个很好笑的画面。昨天番茄真的是逗乐我了。我们昨天几点呢、啊？那时候想说11、12点啊，10点、11点那时候去玩个喷漆。就其实那最近几场手感还不错。又番茄一些操作举动让我觉得很好笑。你等级好低，这游戏有等级哦。哎，小六你人也太好了吧！天哪，怎么了？吃醋了、哦？好啦，这边。啊，你们就认识一下，反正感觉哎、欸、一哦没事，我想要今天加的，我以为是上礼拜的，我想說哦你终于出现了，光翼算等级吗？那这样子吐司喵玩了很久，他的光翼等级超低的，吐司喵都把红蜡随便挥霍走，然后他根本搞不懂永久翼是什么东西，他就把红蜡那边乱挥霍，直到上上礼拜我才跟他讲说。你知道那些红色节点就是永久翼吗？然后他说，哈，那个就是哦、喔。我说对啊，因为他每次投胎都只有说六翼。我想说六翼，你是说光六翼还是翅膀六翼？我就跟他有点鸡同鸭讲。我想说他已经玩那么久了，不可能只有六翼而已啊，六个惊人，六个永久翼，就真的是六个永久翼而已。然后他就意识到严重性了。哈，好啦，50分了，走喽。你捧捧龙带617也是不是？好啦，我先解散喽，我去给你们看那个影片，拜拜。系统说你到未造访地方哦，这边你没来过是不是？那我去找你啊，我去找你。你是100的那种，我现在85了。哎、欸，那你快12亿了吧？应该说你已经可以12亿了吧？只是看你有没有要而已吧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小鸡。啊，小柳以后要常出现啊！以后我会尽量在礼拜六投胎跑光子，跑惊人的啊，可以来聊聊天。哇，你是新手哦，你是小萌新哦，哦，你的蓬蓬哦，嗨，各位，这边有个小萌新哎，各位。之前没绑定哦，对齁，你说你重跑了对不对？这样你想跟我解锁吗？可是你是萌新哎，我舍不得让你出蜡哎。哇，那你是假萌新的，不好玩。好啦，先这样。啊，有看到我上线在预境的话，可以打招呼，可以跟我玩，没关系。你要干嘛？不好意思，这萌新要带我去哪里？你好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
你还是你点错了。快点，我们去看番茄的糗事。冲暴风眼哦，那三翼可以吗？三根翅膀哎，我知道三根翅膀可以六龙的、啊。我点错、哦，好啦，先这样。哎、欸，昨天也是因为你那个东西，我才学会说怎么把那个倒带，然后慢速移动。我来介绍一下，就是番茄他昨天干的一件事情是，有一些地雷可以打掉，不是地雷，有些东西可以打掉，但有些不行。然后番茄就去打了那个打不掉的东西，就即被炸死。哎、欸，好好看哦！祭典开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代表蛮推的超游行三人靠，讲话好快。因为脚筋会是没这么个地方，要带手续轮岛呢，祭典开始了。然后接下来准备祭已经出炉喽，大点的任务赶紧公布吧。才几趴是吗？哇，我们不能输！哦，选最多的人是打发时间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们是选工具啦，我们是选紫色的。大概就这样子了。哦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！等一下，调一下位置。嘿，嘿，嘿，哇，好辣哦，受不了了欸。按错。有够辣哦，你有玩吗？欸，还是来加一下 Switch 好友啊。还是你没玩，也是看别人玩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都很喜欢莎莎了，木油都看别人玩而已。哦，想说你都打那个油够辣，你看那个素胸，感觉可以看很久哎。看到人话很棒，有啊，那个谁，秋猫。球猫有画，很辣！哇哇哇哇哇哇，摇嘞！可以不要看这只红鱼吗？没有兴趣。他有没有现场可以看啊？还是他们在上面啊？欸，好像在上面呢。我没有，上面是红鱼，不好意思，不看了。
这样跨年晚会没有，现在就祭典呢、啊。真的觉得很强哎、欸！天哪，好会画哦！啊，买不到的衣服，欸、很会跳哦，很会跳哦。都有熊耳朵啊，好好啊，先去看今天的衣服。鱿鱼忍者买了买了买了，购买。水啦水啦，等一下哦，复仇，行动强化，特殊武器量减少，降低特殊武器量。啊，我想要这件。啊，不行，它只有一个洞。升级武器，他们在哪边呢？我记得有个电台是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些每日这些看完，我再去看番茄干的种事。那、啊、怎么都是卡片 ？OK， 等一下哦。哦、oh. ，很丢脸呢，不过觉得很好笑。顺便给他们看我昨天碰到那个大招。这样完美挡掉。哦，他不能，不能抬头拍摄哎。叭叭叭叭叭，站错。然后白卡到了，你是想跟我讲说白卡到了，饶过你一命吗？餐券，餐券，哎、欸，团体经验券，碎碎碎，我觉得这好好看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来，这是我的柜子。我觉得我最近对粉红色真的是很，我本来买了一个耳机，就是蓝牙耳机，我是买那个天空蓝。结果他给我送来的时候跟我讲说，打电话跟我说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天空蓝的没有了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要么黑，要么白，要么粉红色。我就说，那粉红色，那粉红色可以吗？我说好，谢谢。单绿色，好，然后关闭，简单。椰子，
教主走到我的柜子了，你的哪个柜子？哎，夏西，哪个是你的柜子？这个吗？你的是哪一个？哎，好漂亮哦！不是啊，没有啊。那个 YT， 粉红色右手边，粉红色右手边，这个，哦，你很会用哎，哦，好看呢。好看完了，那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对战记录。欸，哪一场啊？我明明有加最爱，为什么都会不见呢、啊？欸，番茄，你记得哪一场吗？啊，我看一下那个对话记录的时间点，等一下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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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1:35，按 Y 看看，不是按 Y 就会变成加最爱啊。35，大概这个吧。然后最好笑是番茄，我们那时候打的第一场，我进去之后我在他对面，然后他第一个鲨鱼咬死我之后，我说好，这个番茄完蛋了。然后我把他干掉之后，他才发现说是我干掉他。应该这一场了，有没有番茄有没有印象了？是不是这一场？等一下哦，这个操作不错啊，我六杀哎、欸，好像不是这一场，我记得那一场有车，哎、欸、不对，这一场应该这一场，啊我死了，这名字真的一个月改不回来了，对，妈错。对哦，不是这一场哦。我觉得我这边很帅，我借一个滚筒往我这边冲，然后我就是跟他打带跑。这个滚筒。这个滚筒等一下会再出现一次，看这滚筒，那等一下还会有一次，是他笔直对我冲，我就慢慢射死他。哎，对，不是这一场哎、欸。哇，等一下往前开一场。我增加。
好，也不是这场，退出记忆。难道是这一场吗？输的这一场？可是我没杀人欸，怎么可能？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的、啊？我丢影片是35分，11:35。欸，这是最后一场欸。还是这一场啊？欸，番茄，我这没印象欸，看一下颜色啊，对耶，我们是黄色、紫色、黄色、紫色啊，这一场，那就这一场了。还是他是要，你看我家最爱了，可是他会在啊，阿总昨天没有，你还是很想看嘛啊，早说嘛，早说嘛啊，好像打完之后我们就跑去打工了吧。看这个人都不涂干净的，我好像快到了，番茄看番茄，再看一次。来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怎么慢动作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注意看一下哦，我们左前方的那个番茄有没有？然后等一下会有个对方丢出一个就是类似地雷的东西丢在地上，然后时间到就会爆掉，然后番茄就靠近那边射。什么操作机？我就可以慢动作啊。欸，啊，他只能快转。欸，有没有地上这个中间那个它叫做吸盘炸弹啊，看到了哦。然后我们可爱的番茄帽我变成鱿鱼模式往前，他想打一个吸盘炸弹啊，有没有一下啊，两下啊，三下啊，啪死了。然后最猛的来了，我在他旁边给他站，你看哦，这边哦。欸，站哦！不行，等一下，我明明不能逗自己笑的，我今天昨天练腹肌练的有点过头，好像肚子有点痛。然后我这边操作也蛮，我觉得蛮帅的啦，看一下。番茄看到没有？站！嘲讽对手。看这边，来这边这个鲨鱼，它的范围会死，可是我没有死欸，应该是刚好我高低差高了，你看那个范围不在里面，那水炸出来了，我没死。然后欸，他就死了。我觉得我这一段真的是很帅，然后我死了。妈，没有，我这边没有死，我真的这一场，哦，为什么很滑欸？你看我，真的很扯哦。
来注意这一段，各位这一段，如果有精彩重播的话，我一定会上海来。应该啦，应该这一段吧。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这太羞耻了，绝对不是。我记得有一段啊，我弓箭射得很准欸。欸？是哪一场？我真的忘记了。就是我远远狙啊，然后这时候发现我们家被灭了，我马上赶回家，然后番茄他们还在前面。我记得番茄好像还在前面吧，就在前他们家那边磨得很开心，因为那时候没有通话啦。然后你看我们家差点全部不见了，还好我回家。看一下，如果没回家的话，我们会输。吧，也没有欸。欸，不是这一场吗？这一场我有一场是直接远远的用弓箭就杀了人。你要让他攻神一次吗？再来一次。番茄牺牲？没有哦，他那个牺牲也没有帮到我什么。过头了，这里。你口了，我还不够，还要鞭尸我？我没有口了你呀、啊！哎、欸，那我们来看第一场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你杀了我，我杀你的那一场要不要？你直接开大绝往我这边撞、欸，哎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。来来来，番茄，往前啊！一二三。好棒好棒，选单可以出记忆播放。你好像很快乐的，还蛮开心的啊。哎、欸，这能不能存啊？还是要上传啊？上传。看一下我们昨天几点打？这场不是、欸、我跟路人打这场，对，看好哦、喔、Tomato 在对面看到了哦、喔、来开始看，然后我们赢。我们这方赢啊，番茄那方输。我很快乐啊！好好好，我们有按暂停键。来喽，这边喽，看好、喔。欸、还没。你看右上角番茄的技能已经在亮了，他在找时机。他心里想说：“教主，终于等到这时候了，去死吧！”看好这边，我下来，看到了，下来喽。番茄，看到这是番茄的光，啊啪！死了。杀的人是谁？托马头。托马头杀了我啊，他口了我，然后我想说哦好啊，番茄你没关系啊，我是这样，我那时候心里真的想，好啊没关系啊，你真的是没关系啊。然后这边吧，这边好像就是我是用。我
是用弓箭就直接射死，是吗？我记得是用弓箭射死他吧，没有用技能。然后番茄出现了危机，有没有？上面危险，危险！来了，番茄来了，番茄來了，注意，那是番茄，那个人是番茄，杀了他，口了他，你看死了，碎啦！欸、不过说真的，我们这一队进攻性真的很强，他们都很爱冲，哎，家里都不守的。我记得我这场杀了番茄两次吧。哎、欸，你是第几次发现我杀了你啊？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就发现是我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捡助攻而已嘛。可恶！啊，这是番茄，这是番茄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第二次，对，就这样子。我想说，番茄复活了吧？啊，大姐瞄准他。哦，这边很尴尬的。我先忙，谢谢番茄，不会，小柳拜拜，之后常出现啊，晚安晚安。好了，我要吃午餐了。那、啊、这就是我们的新接的这一场，就从这一次开始的。看到没有，比数很近。那、啊、就是最后一次我杀了你才发现我在对面哦、喔。哇，你也太猛了啦。这场前面我以为我们优势。啊。奇怪，我到底哪一场啊，六杀不是还好啊，五杀操。嗯。不行，我要看到我用弓箭狙死那个人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执着要拿弓箭，很习惯，摸习惯了吧。不然真的要选，我还是会选择拿狙击啊。万能杀人的为什么不杀？要在边清地板？哎、欸，好像这一场、欸，好像不是这一场哎、欸。总是在后面默默的付出，在扫扫地的。啊，这饮料有毒，你知道吗？拿饮料之后好容易死哦。输了。我以后真的要记下几分几秒了。
这里，他跑了，可恶，又不是这里了吗？到底是哪里？干嘛？等一下有你出球的画面是不是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那个人是对面，不是你啊？啊？为什么？有，这里啊，帅，繁星你好帅，来我往后看，瞄准。哇，死了！繁星你好帅哦，繁星哇！可是我记得我有一场是，就真的没有靠大招，全程都是用普攻在打的，但真的找不到了，没办法考证了，你们就当作我在吹牛吧。你看繁星你好帅哦，繁星。好啦，就这样子了，感谢大家，赶快休息啦，我要去吃晚餐了，午餐了啊。好了，谢谢今天早上的收看，别忘了晚上还有跟安妮番茄联动，再打七弹，我们要为了我们工具组努力啊！午餐，啊！我讲真的。啊，弓箭有点会玩了，而且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把不用努力弓，它是可以潜水射的，我又不行，就瞄准，潜放开，等一下，呆鱼，你昨天在，你应该说你早上在看，半夜在看那个魔物台的时候，那技巧他们没教你吗？就是一些设定啊。好啦，就这样了，感谢，我们晚点见。拜拜啦，看要带去谁那边啊？我原本是看谁，小雨的台啊，有谁啊？金间昌蒲啊，我们去他的台。金间昌蒲，啊，白痴，我怎么上传影片？白痴，按错了。编辑，哎，不能带去我们幽离子的 cover， 真的是很难过哎。啊，这边给还没听这首歌或是还没听过100遍的人来，这个是我们幽离幽主播的 cover 啊，可以去听个100遍。我已经从18号听到现在了啊，我已经听了6天了。讲真的啊，你看哦，我播咯。好啦，可以点进去听一下，那我把你们带到仓库那边去。好啦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晚安。还不听爆，拜托，冲上去。